哎，那个炉子空着是吧？你要做什么呀？就煮个虾。天哪，这个对比太膈应人。确定虾就白煮一下就可以。嗯，好吧。你这虾看着还不错的，肉挺饱满。来，我上菜。白灼的虾。景秋是那种你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第一时间出现。开吃吧，开吃吧，朋友们，今晚上吃好喝好啊。这个汤好好喝。真的吗？嗯。喝。好吃。你太捧我场了，你这个这样的顾客，请多来点。我只爱吃那种油焖的那种酱汁那种深色的炒。嘿，就你会说话，真是你真是，嘿。哎呀，我那天下午做那个可乐鸡翅啊，收汤收了十来分钟，我都疯了。我就看着那个鸡翅已经完全变色，那个汤还就这么厚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回来给你们做一次可乐鸡翅。我收汁给收个20分钟，那鸡翅就老了呀。这俩人在干啥？明天我要做两道菜，可乐鸡翅，加蚝油生菜，剩下的你们再做个肉。行，那明天我也来两个吧。班头上了。对。你明天想吃啥？哦，对，我还买了排骨。那明天我把排骨搞了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放下，我来搞。你来，你还是歇着吧，行吗？哎呀！哎呦！我来。哎，这两个人的 battle 好和谐。